我从入行第一天起，我就戴着面具去面对你们这帮人。我受够了，我不会放弃，永远都不会。如果你登不上巅峰，就成不了最棒的女演员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把女主角给我吗？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讲，绯闻的杀伤力非常可怕。但要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上巅峰，我会觉得更痛苦。这个社会很复杂，人心远比你想象的要黑暗的多。为了演戏，你可以偷偷去导演房间；为了演戏，你可以伤害自己的朋友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对手，从来都没有过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么做只会把他推得更远。走开！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控制，控制你的思想，获得最真切的体验。名利富贵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可以让你毫不犹豫地抛弃亲戚。从今往后，在任何人面前不要以我的女儿自居。只要能救小念，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那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呢？我爱你，一直都爱你。我觉得我干什么事情好像都干不好。不要教我什么是宽容，因为连你自己都做不到。如果我的爱让你感到负担，我选择后退一步。